看他想要分两口吞下去。他鼻子红了，他流眼泪了，真的是节目，节目。你有一个诚实的身体，对，他鼻子整个瞬间红了。你有一个不会说谎的身体，诚实的身体。哎，那如果是演技，我真的觉得他超强。对啊，你看他的眼泪会掉下来了，我觉得他超强。没有，他很甜。有两个是芥末饼干，芥末饼干 wasabi， 我舍不得。然后好吃的是抹茶饼干，哦，抹茶，好眼哦，哦，来，先看谁？先看谁啊？先看文轩啊，先看，出道就先看他，然后，哦，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芥末，看不出来，和调到一样，法兰酥呢？请问你是在撒娇吗？瓦萨米应该一开始就会有，对，一入口应该就会像辣，应该是抹茶。哦呦，不哦。第二位要看谁？就这样过去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就这样送过去好了。颜色真的一模一样。那不然呢？两个都是芥末的，跟那个都是芥末的单位。我的天啊！这演技哦，好好演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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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个比较薄一点，快给他卫生纸。你真的要吃这么大颗？吴克可以分两口吗？可以。要全部吃下去呢，很快很快哦。你看他想要分两口吞下去。他鼻子红了，他流眼泪了，真的是节目，节目。你有一个诚实的身体。会说谎的身体，诚实的身体。哎，那如果是演技，我真的觉得他超强。对啊，你看他的眼泪会掉下来了，他超强。没有，他很甜。含着眼泪说他很甜，哭着说好吃，感动。好，正常的。黄轩是一定知道的，对，他一定知道。先把他撇掉了。但是我觉得。文轩的了解，我觉得文轩吃到正常，我也觉得是正常的，因为照理说你吃到瓦萨比的时候，你不会嘴巴合起来，你会嘴巴，而且第一口应该就会有呛鼻的感觉。我发现他有一个举动，他在咀嚼的时候，他有放空一下，想要说我现在这个是在分析说是抹茶还是芥末，对，还有那个放大。你们俩猜，我觉得文轩，你们俩猜拳，你们时间到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输，你去吃它。不是啊，你观察成这样，你就知道了。你猜输了怎么样？用力。啊啊！一口一口一口，好咬，是不是正常的？什么？原来是。他说什么？那真的很厉害，那你有很会吃芥末哎。这是芥末，你知道是正常的，黄炫知道是正常的。我超正常的，真的假的？超强，是不是正常？可是你鼻子那个鼻子涨红哎，我有酝酿情绪的好吗？哎，我说是你们不能这样助攻吧？你看他那个包的特别厚，你误导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很会演。对啊，原来我一开始真的很害怕，我很害怕那么厚的芥末，然后就有情绪了。他先给我个水吧。哎，你怎么还在？很辣，很呛哎！你好淡定。哎，昨天很厉害，你昨天没有开耶，好厉害哦！挡不住的冲上，你好厉害哦！超强的。哎，我连我也在，我也猜是你们两个，看谁知道？真的假的？那他应该知道。真的被呛到，因为他应该知道，他都演得好好哦。真的，黄轩三个都不错吧？黄轩是黄轩抹茶，黄轩是抹茶，没有文轩吃到也是抹茶吧？那是正常的。
我们要猜正常的，不是？我们游戏快点完。对对对，我们要猜吃到那个正常的啦，对啦。对啊，对，猜谁吃到正常的？抹茶的。哎，你自己带水壶来是吧？怎么他会有一个水壶进来？哦，哎，来录这个单元，第一次有人带自己的水在喝嘞，刚刚出来了，还跟我们聊天、啊。